一想到有这么多人一起参拜，就不禁想象神明们的忙碌样。远方那个就是护士山。大家好，我是平克，我现在在浅草寺的周边，要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。那这部影片呢，就带大家看看浅草寺新年第一天参拜哈兹莫德的状况，然后还会带大家去看，就是我今天早起去拍的一个富士山的街景，以及明治神宫哈兹莫德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浅草寺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人超多。前の方に続いて順次よくお進みください。大概早上的7:45左右，我现在来到了东京的国立站，要来拍摄一个我去年扑空了3次的景象。对，其实呢，在国立站这边有一个能够看到富士山的街景，这里有写它是关东富士见白景。那这里就是 JR 国立站，这边应该是南口这样子。大家看，远方那个就是富士山，超清楚的耶，好开心哦！今年的第一天，终于能够捕捉下这个难得的景象，很开心。我觉得国立站的街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，这边到4月初呢会是一整片的樱花，超级壮观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赏樱。好，那拍摄完这个清楚的富士山之后呢，我要前往明治神宫去看一下大家哈兹莫德的状况。现在真的好冷哦，我已经冻到整个脚趾都没有知觉了。明治神宫从元素站出来，走约30秒就会到门口，但因为它境内很广阔，所以也要花不少时间走路。这次会来是因为听说明治神宫新年参拜人数是东京第一。鸟居旁有放回收玉手达摩等物品的箱子，将神社会集中净化处理。现在来到了明治神宫，现在其实大概9:20左右吧。意外的，我觉得人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的多。不知道往前走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结果一路直到进入男神门后才稍微排了一下队，但也只等了五分钟左右吧。一想到有这么多人一起参拜，就不禁想象神明们的忙碌样，真的是辛苦他们了。完成今年的参拜了，比我想象中的快很多，我只花了大概20分钟，然后当中大概有15分钟吧都是在走路。往年应该是大排长龙，然后看不到尽头的那种感觉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应该说他们也有做出一些相对应的措施。哇，没想到现在这里竟然会有摊贩。原来表参道在新年期间会摆起这样子的摊贩，觉得非常酷，一整条完全是我没有看过的风景。那么以上就是2022年第一天的东京样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。